称自己自拍小达人的凯乐出席卡西欧最新自拍神器 EXTR60 发表会。我非常非常会自拍，很多人看到我的照片都说，怎么比电视上漂亮那么多？我要有差不多露出4到6颗牙齿的时候，是整个人的感觉会觉得哇，好有朝气，好像很亲切又很漂亮。所以其实也可以算是无死角啦，只是不同天而已。今天我看小甜甜在拍照的时候，偷偷在旁边观察的时候，发现应该有2-3年了。小甜甜非常有说服力。我超厉害！天哪，他的就是照相技术太高超了。自拍没人比得上我。首先就是相机的角度，这个镜头一定要保持在上面，不可以这样子，不然双下巴会出来。然后这个相机要有点往下扣。第二招很好用，就是牙齿痛，你可以借由手势来挡一下你的脸。你的脸就只剩下1/3，看起来就会小小的。第三招嘟嘴，譬如说你嘴巴嘟的时候，眼睛也不能放松，你要有点微睁，无辜感要出来。到人家旁边的人看会想要冲过去揍你的时候，就代表成功了。